是说是雨婷啊。来到台中车展就看到雨婷，看她揭开宝特瓶组成的环保车，但她穿的可不环保啦，为了此行拖了一牛车行头去变装，准备好了木油要欠集喽。雨婷放大绝啊，把车展当牛肉场挥霍，祭出最后一套透视内衣，若不遮一下可就芳草碧连天了。哎，台下还有个小胖子拍得十分专注，看来台中相亲格外的早熟啊。乐网在看国片爱又试出新的片花，不像之前彭于晏有脱，阮经天也有脱，本周宣传主打赵又廷私房写真，穿的可多了，一件都没脱了，当然也不会看到鸡鸡，但官方微博却冒出一张赵又廷和豆导钮承泽的火车便当照。哎，这电影该不会埋了什么秘而不宣的同志地雷吧，走着瞧。接着来看卡哇伊 KK 塑身有成的乡村小天后莉安赖姆斯，穿着超省不了的比基尼从事户外休闲。她从小三抚慰正宫嫁给三线演员艾迪希布莱恩后，身材越来越喷火，堪称医美界奇迹，老公也动尾调了。谈到乡村月，莫忘左右两边各四顿，加起来就是乡村奶奶桃莉巴顿。她在洛杉矶参加新片《喜乐的噪音》首映，下周就66岁的她堪称医美界的鹦鹉螺。您瞧她在宛如玛丽亚娜的深沟里还刺了几朵用意不明的小花眼。苹果娱乐新闻，也是 You Love Me， 我嘛是 I Love You 报道。